我要求你好，我今早接到圣旨，无论安怎样都爱送公主甲长安去。现在公主失踪，我甲这栋紧连一个消息都无，明仔载无客厅袂用你啊，你知？毫无目标，今仔日就要找到公主，这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。要若找无公主，我这条命就爱爱去啊！我要安怎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只好叫一个人来冒充着公主，明仔载客厅上镜。问题是，才到长安城，还佫有几落天的路程。利用这几天来，我负责叫我的囝儿俊生，自从这个公主找倒出来，在半路来给投案。哎，好办法！也毋过，这假公主要叫甚物人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叫我的心腹祝义宏。阿爹，尊兄，李大人对咱稳重如山，伊的困难咱必须要替伊解决。去找义宏参详。什么？爱我冒充契丹公主？这是不得已，无其他的办法。我是你的未婚妻啊！而且，契丹公主是要到长安城去相亲的。这是暂时的，我一定会在你未进长安的以前，将契丹公主找来换你倒转。那是找无公主的，这，那是找无公主。我甘是非晋江相亲不可。到那时阵，若是被识破，欺君之罪，死海斩头。敢讲，你拢无想到这样个性？我，即阵，你是毋是阁爱我？冒充公主相见？我也是求你帮忙我一把。你竟然无辜，活生生你怎不叫人啊通相见？此事的并非啊，我的本意本无名的难。你袂做好主哦，只用有名，难道你爱这啊去做牺牲？目前唯有此道经，我别无其他可计用。你凭什么我去死去？义宏，此去并非啊，一定是此去的并非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在你你未到长安的以前，将契丹公主找回。咱夫妻今生若是还阁有缘分，但愿会当如你所愿。会，
但一定会断你。真是。邱某人，把我叫出来！你在讲什么？派的，嘿，嘿，嘿！哼，邱某人，你这不是要变成什么？你是邱某人。我袂伤恁，恁若是要将伊交出来，就唔通怪我责任。哎呀，实在有影吼，无啦，迄手无难哦，伊哪有来遮？伊假使若有来遮的时阵哦，像你即摆来，我若敢甲你骗对唔对？我一定哦会坦白甲你讲吼。嘿，嘿，啊！找人是我，甲其他人无关系。嘿，安尼你著跟我行。哎，唔通唔通，你免家己的呢。哎呀，别烦啦，你都唔知这一帮的哦，对阮咸偌厉害嘞。人国低进提威英勇，安尼阿龙要夹石头，咱阿先保家己的性命较要紧嘞。会记你我的名都无唔对，顾不忠。啊，你唔知啦。主公爷，顾不忠的功绩真有力，我缀伊来去。是生是死，这是我的运命。不行的啦，你不用去的啦。公主，请。公主，哎呦，气死啦！安尼是要咱交代倒好啦？那保不中啊啦。将我安怎？你讲啊，是安怎？你哪一句话都唔讲？我伫咧考虑要安怎样我处理哩。你已经想一暝一日啦，敢讲我遐尼啊歹处理是？对，你有着，你确实是真歹处理。指使你来的人，敢毋是爱你将我杀掉？一摆。你又唔对了，敢讲唔是？唔是。要哪安尼？因是因爱我将你送到长安，换倒转来我的未婚妻。哪安尼？你还阁有甚物通好考虑的？我伫咧考虑，无要安尼做。为甚物？因为我无愿意。搁再继续逼迫伫咧过日，所以我要报复，我要将你藏起来。但是必须爱牺牲我迄个多情的未婚妻。21年中，我过着无自尊的日子，无我家己的权利，所以。我连城堆魂六转，
清白无力，以为无人会再对我发号施令，想袂到，想袂到我就爱做更加搁较侪我无愿意做的代志。安尼看起来，你还阁有人性，可惜的是你无勇气。你爱我提出勇气是？对。你若认为讲应该安怎做，就毋免顾虑遐尔济，勇敢去做啊！好，那安尼，我要爱你。假公主若到长安，必然会暴露，狄元心伊必定会死。就是因为着道德，所以我一世人才会过去这么艰苦。我要找回我自己，我一定要照我的意思，照我爱做的代志去做。也是无路用，不管白公主突然失踪，溪镇公主也同款无踪影。白公主跟踪溪镇公主的目的已经真正的明显了。伊两个人是相亲相爱，现在已经远走高飞啊，所以你才会自暴自弃。我要来去京城，揭穿假公主的秘密，将狄元心、杜公主拢给伊杀掉，替我阿爹报仇。如何？这代志并不是你一个人做得到，你心肝内比甚物人都较清楚。你安尼去，明明是想要去丧死。你失去白衣堂主，人生对你来讲，都无搁再有活落去的意义。同款，我若是失去了你，这个人生同款也是无搁再活落去的意义。所以。要死，我跟你斗阵来去死。我求你，你莫管我好无？你若是死，一世人我的心肝内拢会真正哩艰苦，不如我就跟你斗阵来去死嘛。我无法度通阻止你，同款你也无法度通好阻止我。我决定的代志，我永远都袂改变。我你必须要杀死白如月。白如月，伊想得要上京城，揭穿着假公主的秘密，会发生真多麻烦的代志。所以狄大人派人去报，白如月若无死，你的未婚妻足以防伊的生死。阿爹，假使囝若去爱着别人，你无顾我的未婚妻呢？
你先别来讲啥。小姨皇会去假扮公主，是阿爹你编的。伊若是会惨死，也是阿爹你造成的啊。准生，就当作阿爹要求你，最后一摆要求你，你去台死陪着我好。阿爹，这是你最后一摆命令我。是，最后一摆就好。好，我绝对台死陪着我。就被门剑先夹走。没啦，我两个都不是伊的对手，莫生气啦。你慢慢怪阮撇完啦。哎呀，伊明仔载会进长安，若无找出一公主，我为费的苦心拢总是白费的。白同主啊，啊，等我找伊几啊天啊，也无拢无消息啦。啊，你今日是要倒找？我来去找伊，让我倒帮忙。从来也毋捌失手过，但是我今仔无想要带你去走。无一定去伤着你，我先向你道歉，但是你的查某囝非死不可。大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唔通害死我的查某囝。你若要害死我唯一要靠的人，不如你就将老身害死。老师甘愿替我的查某囝死？伊是你的查某囝，敢是你亲生的？是我亲生的查某囝。你其他还阁有亲人无？有，阮一家有五个人。也不过二十一年前，被风水冲散。虽然我还阁有两个后生，但是。至今生死不明。